嗨，大家好，我是 Jerry。 我们今天是在 Candlewood 上面，大天地大糖果。今天是2020年的6月5号，也好久好久没有来了，因为这边实际上离开这个 Epicenter 挺近的，离开纽约很近，所以总是怕怕的，但实在是憋不住了。小嘴大嘴都要试一下。 OK， 斯文北、恰达北、 Top Water， 然后还有一些精细的，特别是一点非常秘密武器的精细耳。我们看看今天效果怎么样。 OK， 耶，拜拜。第一个表演到了，耶。这个是 swim bait 和这个top water 一早搞一下，回头等太阳如果起来的话，或者日头高了亮了以后，可以去搞这个还可能还在产床上的这个大嘴啊。 yeah。Take that. That's how he hit. Hit really hard. 2.84.继续换到第三个标点。一早呢，我用这个 swim bait 精细小泳呢，主要是针对的产后鱼，但是根据前面一小时多的钓况，我估计呢还有相当一部分的鱼还在产床上啊，所以呢我是换了这个点来，然后直接上了钓产床的一个精细的钓轴。这边的水质呢一般都不是特别清，所以不是一眼望去就可以看见产床的啊，再加上今天这种阴天的话，产床就更不容易看见，所以今天主要就是盲钓产床，高几率区域丢过去。Thank you.
every time he's here, right? Nice, nice fish. Strong fish. How about that, huh? For a nickel fish, huh? Oh gosh. Yeah, that's a spawning fish. No doubt about it. If you look at the mouth.独眼门啊，一个眼睛坏了，然后你看这边这个鳃盖都磨得一塌糊涂，这个鱼啊还在那个还在产床上。信心，所以就让我坚持用这种方法，针对类似的区域继续重复这样的钓获。旋 Neko
又一只胖纸，耶，挂在嘴角了，跑都跑不掉，最好的地方挂的，挂在嘴角或者打穿上唇。这条鱼还是这什么，这个还是有一点 spawn 的印记，看它那个鳍，看，等了好久了，在刺鱼，然后刺不中，不是刺不中，刺了然后还刺不牢，哎。虫都咬断We know there are a couple of fish here. Yeah. 这个鱼咬口非常非常轻，根本就感觉没有感觉到，它就是 dead sticking， 然后让它螺旋 nickel， 螺旋 nickel 下去，下去了以后停在那儿，又好像一个线头。那刚才那条鱼现在是朝着我过来，所以没有感觉。如果现实出去的话，一般还是可以 set hook 较好。这条它吃的比较深，所以说没跑掉。如果它吃的浅的话，这样游过来刺鱼比较难。耶、yeah. ！
not 3 pounds, probably not that great, but the toes are beat up. That's a boat ride, right? Peter, 2岁啦。 Yeah. 我们下次再见啦。 钓得不错哟， 大概16磅左右吧， 总重。 最大的4磅半多， 大嘴， 然后几条小嘴， 它都很长， 但是太瘦了， 它都是护窝， 然后消耗太多了， 消耗太多了， 大家都要注意， 身体。 Yeah. OK， 我们下次再见，我是Jerry， 欢迎大家订阅Bass Sniper YouTube 频道。对啊，这个今天用了大招啊，下一次跟大家详细解释， OK， 好，就这样嘞，拜拜。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订阅与分享哦。感谢观看 Bass Sniper YouTube 频道，我是 Jerry， Stay well， 大家保重，下次再见。